接下来，咱来欢迎国乐表演国宝会见一下哈，即马哦，人数慢慢的已经呢来到了现场，啊，咱来给咱感谢一下乐表演国宝会进来哦。哦，咱坐伫倒位，我小三姐哈，来欢迎咱来自观众姓安端在哪边？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光临哦，多谢。啊，再来欢迎咱美工哦，咱的哦汉官服，谢谢。在前面哦，感谢感谢，好，再来欢迎就咱美工咱洪天富，洪天富的朋友，感谢光临，谢谢谢谢哈，我恭喜在洪天富哦，今天也是在办热闹哈，来办老人哈，你阿弟边阿嘛，对不？好，谢谢，感谢辛苦嘞哈，再来哈，啊，欢迎就是咱美工咱天秀哥，嗨，欢迎光临，多谢光临哈，多谢，啊，再来哈，欢迎就咱美工百姓辉。欢迎欢迎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光临啊！欢迎咱顶了顶顺江，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哦！哎，咱顶顺江，阮老的当时我忘记啊，我差不多三冬无过啊，啊，农历三月对不对？二月有无？二月无啦，我记顶顺江，咱个先是咱爱提上新票吼。对不？是吼、哦，我之前捌去遐主持过啦，嘿啊，迄阵嘛办啊，足有闹热的哦，啊，足久无过啊，你吼、哦，所以讲哦，啊，敢对咱这个顶楼顶顺江有一个印象吼、哦，啊，欢迎咱后尾这新疆，嗨，湖北的好朋友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吼，后尾这新疆是我队哈，我什么所在？什么砖头？都在后尾街啊吗？哦，后尾街啊，吼、哦。OK， 哎、欸，这影响是对，你敢知？你嘛唔知吼、哦？哦，我嘛唔知，我较唔知啦。哎、欸，我差不多伫咧迄个什么所在，迄、那个灿坤遐啦，嘿、欸、啦，阮车拢过遐啦。嘿、欸、嘿，啊对这影响无了解，你当有机会配合看卖安尼。好、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安尼，刚好作品咧，没啦吼，不会很明啦吼。感谢谢谢吼，哦，感谢非常感谢咱的所有花神师大家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啊，嘛欢迎咱各位乡亲到北京，好、啊，代表着咱们做伙，好、啊，咱来北京向大家致上的万分的谢意。感谢恁帮忙的电话打过来，嘛感谢着咱 N 位头赞助您 ，N 位头给咱赞助这水，我哩趁钱啦，亲像咧趁水。啊，咱等下搁给咱感谢吼，咱请出当的是的啊吼，感谢谢好啊吼，来。那么呢，刚才在咱所谓唱出中彩，唱出当时队有亲自安排，今就在咱木头会关心这个宇宙型训练，真辛苦哦，感谢你。好的，那继续安排咱啊，不带定 IB 的四个女娃，安排好听的歌曲，邀请我这位，邀请我这位排骨歌后，伊若出来，我拢敢徛在边啊，真正的吼，哎，一天食五六顿，拢无咧洗白啦吼，我是五六顿食一摆安尼吼，哎，差那么多。来，邀请小飞带来这首。哎呦哎呦，谢谢小飞，谢谢，亲爱的小飞，感谢小飞，啊，啊上桥都拜拜，啊，不是小飞，啊是然后。
哎呦哎呦，谢谢感谢感谢的天上，感谢你好听歌声。这讲实在，这歌声唱了好，歌声都免主持人好，代表我来宾朋友做人有够好，我哩自然够够够，无烦够兼无恼。是啊。感恩大家歌声给阮耳朵。谢谢哈。来呀吼，咱向大家报告一下，你无用做，你免跟我讲，我知你今日比我较无用吼。来，啊再甲报告一下，咱八点半。咱要跋路子，哦，八点半要跋路子，哦，啊，咱差不多食饭饱，咱就会当跋发财金。啊，发财金是安尼，今年咱若跋着发财金，哦，啊，咱明年庆典的时阵，也是吼，咱拄啊要提早，会当提早来行安尼，哦，咱明年吼，就是今年跋，啊，今年请着发财金的时阵，哦，啊，明年才行。啊，随在恁的意思，看你要天气哩，啊，是要照元金安尼明年行。啊，发财金就是吼，大家平安，哦，啊，帮助事业发展，哦，啊，帮助咱这个口子吼，啊，会当生一些钱宝啊哩。嘿，啊，咱跋三杯哦嘛，哦，安尼甲关。圣帝君挂三杯，三个神杯，三个神杯哈，咱家会当请发财金，好不好？食饭饱，食饭饱就会当就会当去挂发财金吗？好，啊，咱八点半要挂炉主，要参加挂炉主的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来，吉祥牌，吉祥牌，旗津路，谢谢。好，旗津路，我跟大家来到台下，跟大家互动一下，好，来，谢谢。
代代翁代代弄一般年或者多干或者我多谢谢谢谢大家哦。你怎么了啊？你咋掉没有？哎，那用干嘛啊？不不要等你哈，输掉这啦，输掉这弄没啦，弄没。那也差好几天了，喉咙已经快没有。你是感冒嘛？哈，对，感冒。哦，我想讲前两天遇到你的时候，我看你刚刚是，我在咳嗽，没有，我个拍摄在一忙。那一天更虚，那天其实人在发烧。真的吗？对，当那个当下。我拄到你的时阵，你刚是当时。哦，对，那张十六，哎，刚刚落雨。哎呀，落雨搁寒。真的。哇，加了。真的，那天热是有点那种昏昏沉沉的。昏昏沉沉，不乖啦，我就看你安尼哦，安尼就是。而且快站不住哎，我真的哦。有啊，我都看你根本站袂住啊！啊，搁人搁那纸片人呢，安尼吼。因为那真的太足够依赖身体去啊。无啦，可能最近，最近吼，较无闲。对啊。然后早起。对，就是又早起，然后就是。你若早起吼，我咧讲，我若像安尼睏落百三工就好啊。啊，睏落百。生理起来，整个就是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捌一届感冒两个半月，拄啊好。真的，超可怕的。啊，拄啊好是啥物呢？刚好就是上戏的迄当阵。对。像你安尼，上戏时阵干着。就对。要好啊！害怕就是。要好啊！后个月呢，搁上戏的时阵来啊。对。搁干着落水做四点钟。对。了后就搁感冒。感冒了后还袂好，就搁去韩国。对。零下13度，所以我现在很怕，怕真的袂好。所以你即马无拄着寒人，我迄阵是拄冬天。哦。我到煎熬的，啥物叫唱歌？我叫完全哦，我准两个晚会啊，声音都出不来啦。就是这个都痛，咳到这个都痛，痛到我真的是连唱歌都，都没有办法出声。我是咳到这里痛，这里。对，就是胸口，我是胸口，然后跟两块整个都痛，然后你就。哎，你已经瘦到真严重了呢，很严重，你真严重了。我本来想去看医生，看有没有坏掉。无，爱去修脚。好怕哦。无，你爱去修脚。修脚，我去这届了有无？这届啊，好啊。真的。哎哎哎，真的啦。应该去干嘛？要去这届。你我看你爱去这届一下吼，啊，较食早时的时候，咱这正义之神有无？咱咧关心这群，哦，这最近圣诞先手当王。嘿，你去甲参拜安尼，吼，等下有闲去参拜者，参拜了后，吼，啊，搁去找一间你附近的、恁家附近的迄，后壁啊，若有人咧甲你吼收惊的，嘿，这届者安尼，好好啊啦，真的哦，真的啦，我感冒两个半月了后，拢袂好，我转去找神尊，伊就甲我讲我啥物原因啊，所以啊，都神。啊，都灵，所以像那今仔日信徒翻天堂，这神明真的有他灵威，有伊厉害的所在啦。神明真正有厉害的所在。有当初那医生无法度的代志，神明就是有法度。系啊。啊，而且神明看的你啦，神明号的名拢无同款。对。嘿，我捌主持着一场婚礼，神明看的你，了后拢袂含人冲突。真的哦，迄场婚礼安尼有够顺畅诶，啊嘛无，诶乐手嘛会当叫到足优秀诶，咱袂含人冲突着大哩安尼。哇！啊，这神明敬诶哦，神明甲因看你咧哦。嘿啊嘿啊，啊甲看啥物时阵甲请东西安尼哦。真的。嘿啊嘿啊，有够神奇！我感觉就是讲哦，神明他就是伊是足济年诶啊，好几百年诶啊，毛上千年诶啊，好拢是安尼哦，这历史悠久啊，这就是伊诶神威显赫诶所在。所以讲哦，啊着神啊着灵啦，所以大家拢食神明。饭的啊，咱嘛是讲靠神明生日在招摊，啊，你就是爱去找神明啊，都咳得这么久，你这是傻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才一个多礼拜，一个多礼拜，前一个多礼拜，我已经累了一次。啊，今麦刚好遇到大日子，啊，后边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啊，爱大家有点，好好来，安娜。今麦会当爆发财金吗？好，来哦，大家报告哦，今麦会当开始爆发财金啊！今麦会当开始爆发财金，啊，那办呢？就是咱先吼，甲咱的神尊吼，甲伊禀邀，禀邀就是吼，咱点伊甲禀，禀讲就是在讲叫神尊，哦，你啥物名？恭喜恭贺，啥物名？
啊，恁家地址几号？公司地址几号？甲朋友了后，要甲你拨发财金，请你数吼，啊，请你数发财金，吼，啊，会当诶，叫发财金吼，啊，互信徒吼，啊，恁信徒还是信徒吼，啊，地主甲你拨，啊，拨转去吼，你要求啥物？你要先甲讲。讲你要求做生意，啊，求做生意，你着爱家己讲。讲你要求做生意，啊，要藏伫，啊，要藏口罩，还是要藏皮包？要求平安，求平安，你着藏皮包。嗯。吼，啊，你若是要叫做生意，你着是藏口罩，还是藏柜台？吼，啊，是讲要哦，要求倒来吼，安尼帮助其他的方面的话，你着甲神尊讲。啊，讲的时阵，你甲讲七项，讲七项，你甲讲我要甲你拔杯，啊，请杯，啊，请你数我三杯。啊，甲讲，啊，甲讲，因为神尊叫。人同款，拢爱甲用品的，足侪人讲，啊那我博无，啊博一波久，安尼是我讲唔对了。我无钱。无啦，你爱先甲冰箱，吼，啊先甲热箱，啊甲拜拜，啊先甲冰箱，啊先尊，啊你啥物名？来博啊博，是迄落咱的公司行号的，啊是厝里的，啊是我啥物人，啊哪哪呢？就是你把你的需求甲先尊报告，但是咱袂当迄落把姓名当作阿拉丁啊，阿拉丁是三个愿望嘛，哎，啊咱袂使安尼啦，咱袂当安尼做吼，那么就是追求一个希望，啊其他的平安顺心，先尊嘛是拢有祝福保庇，但是吼，咱两边袂当要求这么多，因为咱信徒遮侪，伊嘛是盖无用的，对，伊是徛背哦吼。咱开车哦吼，迄我一个人，你知安怎？啊，你拢无甲我保庇，害我拢安尼，无看着安尼哦。你嘛才正经嘞，迄时阵讲我是徛背，你开车嘞，我敢了会赢你哦？我敢有叫你开车开啊凶了？对啊。嘿，捌有这个故事啊吼。嘿，所以大家就是祈求平安，祈求顺利，祈求恭喜啊！咱做工课啊，办顺利安尼。对。啊，来记得先冰箱，然后拨三杯。你就把发财金请回去，啊，就是请，就是甲咱啊工作人员甲请发财金，请到后每年啊像安尼办庆典来行嘛会使，啊是讲，吼，啊是讲哦，你要提早来行拢会使，啊，就是明年还就对了，啊要天气也会使，啊啊是讲要原金嘛会使，都在恁的生意这部验先规定的，这就是要拥有大家吼，会当借由新尊的哦这个发财金，哦这新尊加持的发财金，哦是要是大人囡。啊，好有趣！啊，是大人平安顺心，啊，会当食到二啊二，吼，啊，那是做生意的来甲咱爆发财金，啊，一分万利，吼，啊，所以大家需求都不一样，大家都要加加油啦，吼，叫大家坐坐杯哦，你有啦吼，你有啦吼，恭喜好，来，啊，咱无等下八点半要挂落住，请大家踊跃参加报告，以上，谢谢，来，鼓掌，拍手。一见钟情，好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三点变成三点式的，耶。
绍，谢谢。那么给介绍安排《热情的沙漠》，谢谢。哦，这首回归曲《热情的沙漠》。你看我都不敢站太前面哈，啊，那个身材真的是有够那个，哎，一点点脆弱就没有 ，OK， 好。